李红的私专辑28日在首尔举行了新专辑记者会。去年出道的他们在音乐榜成绩亮眼，成为了大势新人。这次可是他们第一次办新专辑的 showcase， 他们带来这一新主打歌，预计又会在韩国乐坛卷起一阵旋风。而他们也发表了一位公约，네、사연을담아서、네、썸타는사람들중에사연담아서결혼한분들께축가를하는거예요네축가는어떤거불러줄거예요싸운날 네알겠습니다、네、아니우주를、네、줄게이렇게 네, 네부를까싶어요네